先生，这位先生贵姓啊？姓方的。方先生。OK。好了，我这样，我先让他感觉到我身上的变化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我让一个同学在后面顶着他，我把后面的同学罚出去，我不罚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你抓住我。抓住的。哎，用大劲，拿住，使劲嘛，用点劲嘛。好，注意感觉变化啊。好，你要不要我们朋友说一下什么感觉？松了。但是他们也没感觉到啊，是松了吧？是松。好，是松了。好，现在你在后面推他，推他，你顶着他。注意啊，我不罚方先生，但是我把我们后面的同学打出去，我抓住他，用劲来，使劲啊，最大劲了。那你看我化掉了，注意啊，看吧。我知道，但是。